只黑呀，老子连前景都能看到，你他妈的是不是也耍我？什么？一旦对方开枪，特警支队立即行动。A组收到。B组就位。 你这一套什么时候流行的？前些日子才有货，懂规矩吗？<笑>我看你们是来火拼的吧？你有命跟我玩吗？就你们几个？所有人都在这儿吗？没错，所有知道内幕的人全在这儿了，大哥。 高局，发现情况被分流，夺回控制权。是，我负责四楼三个监控，技术部门负责楼梯间和外围。收到。 跳板绕过封土，尽量打开后门。正在抢夺通道，进度48%。看来遇见对手了，有人想跟我玩游戏。
技术部门请注意，他在夹壳，封住他的后门。楼梯监控控制权已夺回，四楼控制权正在争夺。哼，班门弄斧。全部控制权夺回。大哥，怎么没画面了？放心吧，老大，这周围都是写字楼，不妨我们换个视角。有了，大哥。技术部门请注意，需要切断周围所有的信号。小琴，一号、三号，小严，六号、八号。董小妹、赵蕊、张婷，立即行动。是，带走。走。董小妹，你去东侧华都大厦；张婷，你去西南斯维登酒店；赵蕊，你去西侧益达广场，联系技术部门，截断信号。大家都散了啊！警察办案，不要围观啊！散了，别看了。带走。老大，我的监视系统。报告高局，居民楼信号已切断，酒店信号已切断，商场信号已切断，写字楼信号已切断。老大，警方那边也有高人，我们的控制权被夺回去了。你给我放无人机。无人机太明显，况且警方那儿有狙击手。那怎么办？移动设备的画面，这可是警察无法控制的。算了，快看，你快看，什么事情啊？你要记得帮我报警啊！如果今天的粉丝量……云雀，你现在看到的是路人手机的直播画面，停车场内部的声音已经无法监听。前面危险啊，大家都散了啊！大家配合一下，我们工作啊，高局，现场罪犯已经全数控制，三队也在排查和疏通。好像还少了一个。各小组注意了啊，跑了一个。哦，这个车上没有发现赵武和毒品，刚才那辆车也是空的。报告，一楼停车场的车也是空的。老大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溜达也犯法吗？凭什么抓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停的就比干净吗？好了，别靠近，有炸弹！小泰，我已经启动了开关，里面有条引线，稍微移动就会扯断。马上疏散群众，周围500米范围设置警戒线，所有人员立即撤离，让消防和救护车在警戒线外面待命。走，所有人赶紧走，快！周围地图调出来，计算爆炸范围。是。各小组注意，检查各个楼层，疏散所有群众。通知技术组，屏蔽大楼周边所有无线信号，防止遥控引爆。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，车内至少有5公斤的 TNT 炸药，加上消干罐、煤气罐和雷管，威力足以摧毁整座停车场，四周建筑都会受到波及。通知外围警察，叫他们到附近超市和店面，把所有的防空沙袋扛过来，搭建起一个临时防爆墙。波及范围已确定。排查周边易燃易爆场所，加油站一处，仓库两处。梅静，这跟2006年的818炸弹很像。通知拆弹小组，把防爆车拉上楼。高
高局，来不及了，现在只剩4分12秒了。我申请拆弹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批准。不是让你们离开这里吗？没听见啊？我也懂些机器，我可以帮忙。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可是指示命令，乔天堂，协助叔帅寻证，向后转。这个炸弹设计的极其复杂，有很多回路，器里面还有水平装置，不能有任何的抖动和倾斜。报告高局，你看一下这个。高局，各路视频已经传开，现在已经开始有网络营销号散播谣言了。如果事情持续发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局，要不要进行群众控制？不用，我们不能阻止群众发声，但一定要实事求是。小杨，到，通知宣教口，叫他们草拟一份警情通报，在保证不泄密的前提下，说明案件和现场情况。是。我们要把舆论往正确的方向引导，顺便可以看一看都是些什么人夸大事实、散布谣言。剪子给我，拿止血钳把这里卡住。拆除倒计时装置。等等，等等，小心轨迹。发现隐藏拉线，连接引爆装置。引爆装置告诉了警察。懂了。报告，危险已解除，触发装置已停止，没有及时爆炸危险，请求远离市中心进行废弹排除工作。同意，各小组协助开幕。3、2、1，引爆。唐队，您今天都不在现场，怎么知道那个西线的事儿呢？梅静，接下来我告诉你的事儿和你母亲有关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小唐，你还小，我来吧。你的母亲付出了生命把我救了出来，可那枚炸弹一直没有线索。今天的这枚炸弹，从用料、制作手法到布局习惯，和当年如出一辙。您是说，今天这枚炸弹的制作工艺和当年炸死我母亲的那一枚出自同一个人？完全有这个可能，但是也有可能只是传承了相同的工艺，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。唐队，我申请亲自审讯那些毒贩，
找到制作炸弹的人。刑侦支队、缉毒支队已经开展了工作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我妈，我都觉得我对不起她。如果您知道是谁害死了她，请务必要告诉我，我一定要将她绳之以法。